这种香草茶既能提升记忆力，多喝哪一种香草茶有助于提升记忆力？ A 薰衣草茶， B 薄荷茶， C 柑橘茶。觉得薄荷比较醒脑的感觉，你看牙膏嘛，也是啊，抓了就会神清气爽，有没有？那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吗？有，刷完觉得自己变聪明了。你赶快停止刷，那个开始怪怪的了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